大家好，我是 Paula VMware 香港 Channel Team 的同事。等我而家訪問一下我哋友好的 partner Hitachi 先。早晨啊 ，Chris。早晨，你好。係啊，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啊？好，我是 Chris Pao Hitachi Ventura 的 Channel Director。咁我哋公司之前咁為人熟悉就係 Hitachi Data Systems。咁我哋喺九月嘅時候咧就正式改名，因為我哋將咗三間公司嘅業務咧合併埋一齊。咁我哋有大家熟悉嘅 Data Platform Solution 嘅業務啦，我哋有 Pentaho 我哋 Big Data 業務啦，同埋我哋 Hitachi Insight Group 嘅 IoT 業務合併埋一齊，就成為咗今天嘅 Hitachi Ventura。Chris 啊，我想問一下你覺得我哋今年 V Forum 有啲咩嘅睇法呢？ Okay.我想今年 V Forum 真係好大型嘅盛事啦，咁一年一度嘅大家業界好期待嘅盛事。咁今年我諗最特別就係新設咗呢個 HCI 松啦，咁變咗我哋可以讓我哋客户咧體驗到我哋即係全新嘅 HCI 喺 Hyperconverged 嘅 solution。咁我哋嘅 solution 其實係建基於喺VMware 嘅 vSAN 嘅技術上高，同時間上高咧我哋可以做到一啲譬如 infrastructure 嘅自動化啦。backup DL， 甚至乎我哋可以做埋呢個 application 上高嘅自動化，同埋我哋有 multi cloud 嘅功能，咁變咗客户咧真係可以體驗到一個叫做one stop shop all in one 嘅 solution。嗯，頭先你提到一個即係 HCI 嘅 solution 啦，咁我想問一下 Hitachi 點樣去幫你哋嘅 customer 去面對而家嘅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咧？咁其實我哋見到而家個客户咧喺個數碼轉型啦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咧。其實是一個核心嚟嘅，咁而數據 data 其實就係喺呢個數碼轉型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如果客户能夠咧可以識得利用數據，將佢個營運轉型，而從而咧提升佢嘅競爭能力，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我諗 Hitachi Ventura 嘅成立咧嘅誕生咧，正正就係因應呢個需要。咁我哋其實一直都專注喺呢個數據技術上高。咁我哋從客户點樣幫佢去保存翻好重要嘅資料啦。去保管佢哋客户嘅資料啦，去到點樣去發揮資料上高一啲價值，從而推動成個公司上高嘅策略性嘅方向。咁呢個係我哋一直或者嚟緊同客户上高推動呢、這個digital transformation 嘅結合嘅工作。Chris 啊，最後咧，我想問一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 share 多啲 Hitachi 點樣同 VMware 嘅合作呢？好啊。我諗IT 今天嘅客户部門其實佢哋一方面要參與呢個即係數碼轉型方面啦，另一方面其實佢要兼顧緊咧而家譬如喺 IT 數據基礎建設上高嘅管理嘅。咁我諗我哋同 VMware 一直都有一個同一個理念嘅，就係話點樣為客户提供一個簡單方便管理同埋多功能嘅一個基礎架構，令到 IT 咧其實佢資源咧可以減少喺一啲日常嘅管理。而多啲放喺一啲推動，譬如公司嘅策略啦，或者數碼轉型方面。咁亦都我相信咧，我哋同VMware 咧都有個理念，就話點樣可以用 IT 幫助公司去做呢個革新，從而咧成為呢個市場上高保持咗競爭能力。嗯，明白曬，多謝你啊 ，Chris， 今日咁寶貴嘅分享， okay. 多謝曬你。哇，係。